手足球啊。谢谢。那边还有个。75cc， 它对半的比例，都在家里200公克跟面粉跟100cc 的水哈，对半比例哈。好，我这白色的是白砂糖，这是酵母粉。基本来讲，在家里做的话，尽量用黑糖比较香，比较养生哈。因为我们这边就是白砂糖代替。来，我们第一个动作，先把面粉倒再倒出来哈。袋子放中间。手先揪起来，先我们要做一个火山口下去，转个圈，啊，用转的，下去这样转，好，一般以大人的手宽度下去，这么宽，中间也有宽度，好，中间也这么宽哦。你弄的时候不是这样子，要整个山丘是平均的，不是里里荡荡的。你们几位？对不起，我们没有要看。好。妈妈，等一下，你把它先扩起来。好，这样中间尽量净空哈。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可以的吗？先这样，再大一点啊，再大一点啊。这样，不是这样子，要转。啊，要转。你转的话比较平均，有没有？比较不会流出来。是。你们几位？有报到了吗？有。好，不要再弄了。老师生气。先加2匙的糖，糖可以多不能少。2匙。来，酵母粉1匙，先加。妈妈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好，一定要2匙哦，少1匙，等一下你的面包是白色，不要怪我说我没有放到上色哈。糖粒都不能少，哦，糖粒都不能少。要怎么样调校的？我没动什么，都是你的。你吃？那你说他甜的，对。那你要听老师的。加进去，再来研究哈。新人加好的朋友，左手。左手拿水杯，把水全部倒进去，倒在你那个洞口。倒在洞里面，慢慢倒。全部，全部倒进去。我说全部，你就听全部，不要怀疑阿姨讲话。把全部倒进去，挖个洞，容易掉快一点。好，水爸爸哈，来，记得下这个可爱。伸出这两个手指头，把你的糖跟酵母轻轻的搅匀，轻轻的，不要让它吐石流出去哈。轻轻的，这两只。这两只轻轻的，轻轻的，你去那个，你要把面粉倒。好恶心啊！怎么了？对呀，一定有抽口的，你的面还可以，你这边慢慢变得好。那你用啊，你用，没关系，把面粉慢慢弄下来。刚才用力一下，把你面粉跟水和在一起。好啊，这个可以，有稠状的，就像妈妈这样子就可以和起来了哈。去炸，去炸，可以过去。去炸，去炸，去炸，去炸啦！炒炒就是黏黏。我改公文呀，你个是，你跟我无教养啊！然后全和起来，妈妈。和起来，和起来。好，对面的妈妈也可以把和起来了。再拿去。来，先给他炒炒。那你玩？妈咪，你要要吗？你要要吗，小妈咪？你要用扫把吗？我要扫把。只要把它整的快一点的和在一起。你把那个面，你沾干的面粉把它搓下来。沾干的面粉把它搓下来。沾干的面粉。小妈咪，改用就好了。弄太慢，那个阿姨会骂的。因为你不知道力道。哇，这样可以了，可以，好，把那个要揉一揉了吗？给妈妈揉一层，不要，把那个，妈咪，你要玩的话去戴围巾哦。要不要玩？妈咪，妈咪，爸爸戴围巾。最后给他造型。没有，他要玩，姐姐要玩。好不好？最后给你用造型了哈，要给姐姐揉成一团，好吗？要不要？这样就可以把面粉均匀，一起帮忙揉啊。妈妈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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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啊，你搓一手掌搓一搓过来这里，然后换面搓一搓。你护起来了，护起来了。不起来了，去帮我，这都给他，这都给他，弟弟这给你好不好？那个给你妈用好吗？你妈先帮你用好吗？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他，这个给他。姐姐，你看这样子。啊，你放这边。去爸爸那边弄，爸爸弄了一团。他不会，快点。你分一点给小红，分一半给小红，两个人用一遍。分一半就好了，先给他揉开，我妈先再揉一下。你一半给他玩，一半你自己玩。小孩子没有力道。慢慢揉开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啊，等一下，那个说，等一下我看，等一下我看。好，好痛了。小孩子在妈妈抱抱。小孩子等下会冲了面粉就变白色了。去洗手，擦干再过来，那擦干哦。对啊。啊，哦，小红揉的好厉害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是你揉的，对不对？是你揉的吗？对，用推的，用这样手掌推。哦，小红这手背拍起来才漂亮。手擦干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这里还有，用力，身体的力量不是滚，身体的力量去压，推压，哎，这样子空气都挤不出来哦，用力哦。然后小心不要掉下去哈。你切两半嘛，一点点点完吗？对啊。给你，妈妈大块，你要大块的。你要大块的。你分一点给妹妹，你分一点给妹妹，这样比较好啊。因为手不小啊，你也可以分三块，你们三个人用。姐姐，你用小块，跟妹妹用一块，来，那块。跟妹妹老师吗？对，你跟妹妹用，来，小妹妹。比赛，来比赛，快点。用这个，用这里。呀，对，用身体。对对对。对，来，对。好，再把它吃一下。你看妈妈，你看妈妈这样子，两只手呢，呀。小姐你太用力了，你小姐你太用力了。姐姐你看，耶，用两只手，用身体压下去就好了。用身体压，对。看我的面团已经快好了，看，比较亮。好，慢点压来。这里面空气都很亮，那你再快好了。要整的是光滑面，没有这样子皱皱的哈，再用力一下。哦，已经快好了，姐姐。那这一颗应该不行，我猜。你把小胡的换过来了哦。姐姐，那你先交给你。好，因为等下基本上因为我们今天人比较少哈，所以说我的一个面团最多可以做到三个，不要做到四个啊，可以做到三个就好。那个面包呢？分三等份。那谁要帮我做出来？我们把它合在一起，好不好？然后等一下再切给你们。好，也可以先送你们先看造型，等一下叫爸爸、妈妈、爸一起研究哈。啊，等一下再来一个。不错，很难呢。姐姐真的是。我是手艺。基本上就是因为本身是一个面团做两个造型，我可以做到第三个。因为小朋友多哈，可以做到三个，好不好？对，你要做。要做到第四个喽，三个就好了哈。啊，不会，这样压好，不是这样的，帅哥要滚呐、啊，滚这样滚，你这样子压空气挤不出来，这样子像小姐这样，妈妈的快，妈妈的好喽，来来来，对，好喽，怎么样？嗯，可以来玩这个，看下下，啊，来做三个造型，做三个来，我们把它那个，因为没有空气哈。是绵绵的、哦，对，绵绵的。我再放大一点，看看。做。哦，绵绵的。了解。你要做没有空，因为没有空气嘛。对对对，还是做两个就好了。做三个。如果用满，揉到明天没有空。等一下这个就把它切成三等份，你们一人做一个就好了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给爸爸揉呢？妈妈把它先弄三等份哦，等一下，如果说。像做这个眼睛、鼻子，就是要把面团粘上去哈，因为它只是 sample 给你看而已。妈妈来做可爱的小松鼠，不行。我想做一般的那种油造型。来，这是什么？面包超人。
是吗？你看一下。这个太难了，谢谢。这松鼠啊，有点。好，再有三号。等下做兔子哈，兔子很简单。好。妈妈，你可以拍十个的面包。做造型的。可以啊，你现在自己做造型。你会做吗？我不会做饭。哎，我要做。来，你是切三等份给他了，在这里。把它弄长一点，然后弄成一个圆圈的，绕起来是不是也可以？那个 OK 了，好嘞。那个 OK， 老师弄造型哦。老师弄好的那个 OK。爸爸那个也是。你自己做里面圈的。哎，为什么这么黏？这么黏哦。啊、他就是那个啦，已经龙老师练成了。来，你们要一翻卷起来。有问题可以问我，加一个人啊，有问题可以问我。大小你好厉害。来，三个哈，就比如说我，比如啦哈，我这是一个脸，耳朵尽量这样上下粘，因为它这样粘它会掉。好，上下粘，如果你不这样粘，就把它加沾点水哈。你们小心不要掉地上，你过来这边好不好？妈妈，好，这样可以，可是这样太高了，它不能超过三公分烤盘的高度。这是尾巴，好，来观鸟，你会不会卷这个观鸟？你把它卷成一个圆圈来，你自己卷一个圆圈。用水，用水啊！我刚刚已经用很多水。最后我们再把它用水连起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好厉害哦，观鸟的壳对吗？对，对，哇！这个壳呢？沾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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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这里要粘起来，沾水，沾水。哎，尾巴呢？我们用它的尾巴再来拿来做嘴巴跟眼睛呢，好吧？它有两只那个，两只出奖的，来，看看看看，两个眼睛，我帮他做。没有没有，那个是这个 sample 而已，然后这个两个眼睛在这里，笑容这样，这样啊。嘴巴怎么那么黏？对，那眼睛一颗，然后这里两颗，哇，蜗牛。你想要手机里面有吗？这个是松鼠。好啊，那你蜗牛呢？这好了吗？我的牛还在。好了。好，帮我揉的史莱姆块。做什么啊？你就跟他长胡子。你有那么夸张哦，妈妈有这么长。找史莱姆快点。好，那接下来。好好好，别这样，别。它大圆形。它大圆形。因为是史莱姆，所以可以剥啊。嗯。还有一坨。等下这边先罩起来，好，罩起来。这是他的肚子。好，好，好。这是他的肚子。好好好。宝宝，你肚子有？好啊。哎，你做了什么鱼啊？章鱼。啊，看不出来吗？章鱼啊，很像哎。我弄的四只。差不多4:30至4:40，来这个原来的地方里面包。好，我会提供袋子给你们装回去哈。
看到一只瓜牛，两只瓜牛。哦，妈妈那个松鼠还蛮可爱的。我的史莱姆呢？史莱姆，姐姐连史。啊，史莱姆在这里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好。所以四我们的四只就在一起啊。对，我要放在一起，来一起来。瓜牛，姐姐的是小蝴蝶呀。瓜牛，这里这里是这边，我的松鼠，这只是我的松鼠有手背。你松鼠有吗？你直接就把它丢下去。啊，不然嘞？好好来，关起来。关起来。烤起来还蛮漂亮的。那走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